茶花叶片长黑斑，炭疽交煎，不是你不会养，是很多茶花自带病菌，还不断的传染。解决方法：先将黑斑交煎剪掉，有多远丢多远，再用这种清除型苯甲比唑剂，取一粒兑500毫升水，倒入喷壶里，连续喷三次，七天喷一次，有效控制病害。叶片干净油绿，家里所有的花卉都可以用。